觉得于天呢是越来越神气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有太太啦，而且再过不久你要当爸爸了，是不是？于天啊，这个李雅婷结婚以后，你还希不希望、愿不愿意她再出来演唱？哦，随她便了。她如果想出来唱呢，就让她出来唱了；想待在家里呢，就让她待在家里了。哎呦，那我真是很羡慕这个雅婷呐、她有一个这么开化的老公。不是开化、开通。你开化，我是从、变过来的，开化。对不起，语病。你很羡慕啊。我是很羡慕。哦，那你以后这样是可能会是很古板的老公哦。古板呢、我希望不要那么古板，要跟你学习。远处有白色的帆影点点，沙滩上彩色的贝壳片片，那么渺小，那么可爱，却都有生命的光彩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从今后我不再飞，不经风霜，不经艰难，这生命啊，
花姐你很漂亮啊，你也不错啊。我觉得于天呢是越来越神气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有太太啦，而且再过不久你要当爸爸了，是不是？告诉我们你这个婚前跟婚后有什么不同？哎，有什么特殊的感受？啊、婚前婚后，特殊的感受啊。那这个感受呢，这个我讲也讲不出来了。到时候你结婚你就知道了。啊、那我还要等很久啊、哦。哎，于天啊，这个李雅婷结婚以后，你还希不希望、愿不愿意她再出来演唱？我随她便了，她如果想出来唱呢，就让她出来唱了；想待在家里呢，就让她待在家里了。哎呦、啊，那我真是很羡慕这个雅婷啊，她有一个这么开化的老公。不是开化、啊、开通，开化，我是从、变过来的，开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语病。你很羡慕啊？我是很羡慕。那你以后这样是可能会是很古板的老公哦。古板啊，我希望不要那么古板，要跟你学习。我想不要提我，还是听你唱歌、好，带我们演唱一首歌曲好不好？再唱一首《午夜梦回时》。午夜梦回时，我们欢迎。从来没有忘记你，不断地想起纯真的爱的故事，爱的回忆，那是笑容。